新娘落跑啊，一定是囝婿生做无缘投，啊，若无就是讲嫁一个迄个老老老，啊，免讲啊，骗金收着，无走嘛着走，啊，是讲，哎，这种骗婚案，这免讲，大家都知道，啊，是讲，哎，啊，骗婚那会骗到死人，啊，这个骗婚案佫有淡薄仔无同，哎，敢是为着钱？啊，是为着钱进行一个凶杀案。啊，凶手是啥物人？为什么死的是一个花香？啊，花香毋是自悲非怀，个人哪会结冤仇？敢讲这是谋财害命，用这条来追究？啊，这都要看这个管老爷，伊是用什么理由啊来做一个主张？小心火烛，关门锁好，较袂着石头。阿贵啊，阿贵啊，去哪个阿贵啊？三更半暝，巴肚熊熊疼到安尼，哎呦，厝里连一个屎盒仔都无。我来接听。哎呀！哎，哎，哦，我逐天会恁这头我母死。我要甲你换衫。贵啊贵啊！你莫管，我讲，你规身躯穿红旗旗，你冤枉死的要找冤仇人哦！我讲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什么人该害你，就去找什么人。你唔通找我啦，哈！我身体无，你莫管我许条囝啦。阿伯，我唔是鬼啦，莫惊啦。哈哈，查某鬼，讲查甫的声啦。啊，我本来就是查甫的啊，而且哦，我阁是普地师的和尚慧林呐。哎呦，你讲白啊，我都无啊，即个到底是啥物情形啊？三更半暝来一个，一个新娘煞变天光头的和尚。哎，我讲，我甲你无无想哦，你要掠去掠别人啦，莫掠我啦。阿伯，你听我解释啦。我无爱听，我无爱听。我讲，我人做心，我无咧做啥物亏心事啦。啊，你紧走，紧走。去抓别人了，我不是要跟你抓的啦。你无要抓我，你走来找我，紧来紧走，我改小银纸吼，啊，互你做所谓，你紧去找你冤仇人啦。阿伯，你真正误会啊啦，我不是鬼，啊，而且我嘛无死啊，你若不相信哦，你当摸我手看卖，我手阁烧不不的。哎呦，我唔敢跟你摸啦，我干嘛摸豆腐，我较敢去摸你的手啦。好啦好啦，阿伯，你若唔敢摸就卖摸。安尼，你听我讲，其实吼，我是普济寺的和尚，我的法号叫做慧林。啊，即阵啊吼，我着四界去化缘，还有可能吼，小连续行两三天，啊，拢无困，啊，嘛可能吼，就是因为安尼，啊，着伤忝，啊，倒来着困啊，啊，嘛毋知影谁吼，遐尼苦，竟然趁我咧困的时阵，甲我换一身红旗旗的新娘衫呢？啊，甲你换着，甲你换，啊，你搁换倒转来就好啊。啊！你遐三更半暝四更踅，啊，走来我遮，我吓着惊，害我惊着喘着，规领裤湿漉漉。阿伯，是你啦，我毋是超工吼，故意要甲你吓惊的啦。啊，你想看卖，我若穿这身衫，行迄路的，迄样人会讲样啊话，安尼咪哦，若有人去报官府来甲我抓，是要安怎？所以哦，我毋才会选伫伫暗时才走出来。啊，而且哦，我已经穿两三工安尼，啊，就是无人要甲我换衫。好咧，家在哦，拄到你，希望你哦会当大发慈悲，啊，赶紧哦找一件衫甲我换好无？哦，我互你捂一个大破气啊啦，换衫，你真正唔是鬼哦？啊，我看你这个光头真正有三个和尚的戒疤呢，
我正经不是鬼啊，而且哦，我真正是出家去修行的和尚啦。哦，啊，你要给我借一束纱穿哦？是啦，但是哦，你唔免烦恼，我一定袂白白摕你的衫的。我会当哦，用我这身躯的新娘衫，啊，甲这新娘的头搭来甲你换哦。哦，这新娘衫，啊，你看足厚工的，啊，这头搭金丝丝。哎，这来卖袂少钱的哦。是啦，阿伯，你若把衫摕去卖，迄钱就是你的啊。后摆你咪当过好日子哦。你敢会骗我？阮出家人哦，是无你讲白贼的啦。哦，来，对我礼拜内底，我找一束衫给你换。哎，来。对，就是你跟我斗三工啦，那呢我就先来去啊。你人真好吼，菩萨一定给你保庇的啦。啊，没，菩萨哪给我保庇，早就给我保庇啊！你紧走，多谢啦，菩萨。这新娘衫甲新娘头搭，一趟卖足侪钱的呢。哦，我真正当过好日子啊！我龙啊，大林我龙啊！有啥物冤情？我有天大的冤枉，我要去管了也紧的啦。好，对我来。哦，到底是谁啊？啊，三更半暝就我吵吵起，啊，真无简单，才困落眠尔嘞，就我急过心冤，啊，叫我是要哪歇困啊？启禀大人，500万五老爷有冤要伸。哦，蔡弟吧。是。要寻什么弯呢？是啊，关老爷，我有天大的冤枉，请关老爷一定要替我主持公道啦！哦，老爷，啊，你到底是什么天大的冤枉啦？一定要三更半暝来寻冤，我你嘛讲看卖啊！是我，查某囝拄跳楼死。倒伫棺材内的尸体，去予人偷摕去啊啦！啥？夭寿哦，还是对一个甲因倒的死狗生了，啊，拢爸爸的拢为顾忌谈的，敢讲伊唔知？这狗顾忌是全村唯一的啊！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一透早就伫只块马蹄马地，你是拢无目睭通看呢？叫你看啦！哈牛的，那你才吵啦！这里底是什么物件啦？哟，德哥啊，我举刀来看麦啊！好啦，进去进去。啊，你好够臭的啦！进来进。是谁死啊？我搁伫咧遮咧。大人死伫咧古井内面啊啦！你搁乌白人讲，什么死伫咧古井内底啊？乌白人讲的，我甲你讲在大半哦。大人，我也是紧张啊，我讲唔对呀，我是讲吼，透早我起床去古井边吼抽水，啊准备做早顿的时阵，啊发现一个和尚死伫咧古井内面啊啦！啥？有个死一个人？对啊。你去通知部长，准备验尸。是。波涛，来，
你带现场的村民到边仔问话，然后才到庄仔来找刷刷甲林静。是，所有的村民跟我来。副座。客宾大人，死者头顶发现三个戒疤，这应该是出家人了断风尘一个决心，所以死者确定是一名和尚，但是伊是对一个寺庙和尚，也是甚物时阵，目前不得而知。死者胸口顶悬有一处明显的刀伤，这应该是尖刀刺入贯穿心脏而死，这嘛是死者致命伤。以小华判断，凶手伊个力道真大，刀法之精准，应该是一名职业杀手。这应该是一起的谋杀案，刀伤处有流出大量的血，才来污染了这个井水，也因为尸体在井内浸了一段时间，才来发出恶臭。伊小可断定，这水质并不是命案的第一现场，死者应该在其他命案现场被杀，无外久就躲在这等落水井内。副座，除了拄则你所讲的以外，还有其他的发现无？大人，目前无。启禀大人。小夏拄仔已经问遍了村民，庄仔内并无人熟悉这名死者，代表这名死者毋是庄仔内的人。嗯。既然尸体身份不明，而且又阁毋知影伊是为倒位来，咱只好先把这个尸体关进衙门，然后再去调查。是，恁两个把尸体关进去。是。小小的县城内底，竟然伫咧无到一天的时间，发生了两件不可思议的无头命案。关老爷为着要就近破案，于是就听从了苏爷的建议，踮伫咧县城各地拢打上了现场的告示。村民看到了现场的告示，也是议论纷纷。好见吼，这两个案件吼，一定做大条的啦。啊，无较有可能，迄收金哦，二十米遮济啊！看起来，这个花收无简单，连偷摕尸体的人嘛，一定是大人物。你若无官府，哪有可能一下就收金二十米啊？啊，可惜吼，迄个花收我也无熟悉啦，啊嘛唔知是谁甲伊抬死的。如果若互我知影是谁甲抬死的，啊，迄尸体是谁偷起的，迄唔知要偌好诶，我第使去领迄二十米咧。看你家在，你无熟悉伊，你若熟悉伊吼。恐惊后一个要死的人就是你啦！啊，这是安怎讲？你想看卖咧，一个出家和尚，谁会去用抬死？这一定是有啥物天大的秘密。若无，伊的尸体哪会去用蛋伫古迹内底？啊，这跟领收金有啥物关系啊？你真有够戆的呢！当然嘛有关系啊！我拄则毋是已经讲啊，这一定是有啥物天大的秘密。啊，秘密就是无想要让人知影啊！啊、你若是去领收金的话，就代表你知影啊。所以啊，我唔才会讲我会当去领收金。哦，你现在讲到有春呢，啊领你的头咧，啊即马凶手甲贼仔，更唔知影是啥，无得卡是伫你的身躯边，无就是伫我的身躯边啊。伫你的身躯边，是你吗？是你吗？啊是我，应该是你，啊是你，啊是你。踮伫咧动手之下，还阁真正有人会认识死者甲回收。就在村民看到了面体外块的告示了后，就马上前往官府的殓房认尸。大人，这个人我熟悉，伊是普济寺的和尚慧玲，伊捌甲我好过缘，嘛常常找我开讲呢。哦，你讲确定无认唔到人？我确定无认唔到人啦。嗯，我到。你赶紧去报这事，找人阿认尸。是，对我来。请师傅随阮斗阵去关下认尸，看死者到底是毋是参照村民所讲的，是慧林师傅。是，请带路。大人，人出来啊！嗯，
师傅，麻烦你，再看一下。大人，这名死者确实是慧玲师傅啦。哦，那呢，这个和尚是什么来历啊？慧大人，这慧玲师傅不是阮时代圣像，伊是伫个半年前为桃仔园来到阮时代挂单照大。哦，原来这个和尚是为桃仔园迄边去恁遐挂单照大。那呢？伊在恁遐的时阵，阁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代志？也是讲有甲人过冤仇咧？拢无咧。这慧玲师傅甲阮寺内僧众感情拢袂歹，伊嘛真认真，每工念经做功课。只不过有时伊下山四处化缘，嘛无听伊讲伊有甲什么人过冤仇。今日不明不白被杀，真是罪过罪过，阿弥陀佛。那呢，我了解啊，多谢师父，师父，请回。多谢大人，阿弥陀佛。请。人死了后，敢来当证明讲，伊确实是一个和尚，也毋过。并无其他的线索，那呢？我到底是变哪破案呢？以常理来讲吼，一个出家人，大家拢是伫咧食菜念经，四界间化缘，可劝人哦做好代志。照理来讲是无可能去了什么江湖的冤冤怨怨，是安怎伊会去有这么专业的杀手抬死的？而且哦，佫叫等伫水井内底呢，啊，身躯顶穿个。又果唔是假西，是一般百姓的衫。嘿，这块线索我想想的哦，因之间敢那无什么关联性，也唔过偏偏佫出现伫同一个人的身上呢。啊，我真正安怎想都想无，这案件到底是要哪破啦？大人，这两个案件确实足歹处理的，若是死人无法度问话，是安怎无要找外人呢？你意思是，会当找500万来问案？小哈就是这个意思。对，就是安尼。大人，水啊，请。大人，歹势啦，今天就得替我做个囝翠屏办后事，有所不便。暗只请大人甲师爷来我的厨房，啊，请你卖见怪。郭老爷，你唔免客气啦，本官会当理解。啊，请问大人今仔日来是有啥物贵事啊？本官今日来这，一来，伊想要甲你的查某囝点一下香呢；二来，伊想要了解你的查某囝是安怎奈掉刀自杀，而且连伊的尸体。放在那棺材里底，是安怎？又搁会莫名其妙，叫别人偷摕走？大人，讲起着这件代志啊，我都有满腹的心酸啊。既然我已经来啊，就是要了解。我老爷，做你讲不要紧。是安啦，大人，我有两个查某囝，大汉查某囝叫做宝玉，第二查某囝叫做翠萍。伊拢真水，阿嘛真乖巧，两姊妹啊的感情嘛真好。我自少年，阮某都过身去啊，伊两个姊妹啊，都是我一手甲因请养大汉。我嘛希望将来，伊两个姊妹啊有一个好的归宿啊。但是有真多代志，拢是天不从人愿啊。干两个细的。咱来吃药啊！宝玉，
多谢你，多谢你照顾我。老人家嘛算是唔当好对的，拢是家下的好野人。是我阿爸、我妈妈破病的代志，才害你受着委屈，才嫁你们，都爱照顾我这破病阿婶，是的。你莫讲实的啦，我会当理解天下父母心的感受。阿爸阿母，我是希望你的病会当较早好起来，才会带我入门冲喜的。你就要乖乖吃药啊，我会照顾你的。不用，你就是这样善良，你愈对我好，我就感觉愈对不起你。若是你感觉受到委屈，我会当要求我的父母，把咱正常风俗取消掉，还你自由，好你会当改嫁。你莫安尼讲啦，既然咱一定拜过堂，就是翁仔某啊，我都袂因为你有病，气嫌来改嫁。颠倒爱好好照顾你，你莫好好听大夫的话，照时间食药啊，食一挂补品，好好休困，莫顾袂伤啊。我相信你的病真紧就会好起来啊！我嘛想要赶紧好起来，我是好气有气，袂当带着你这么幸福的家哦。但是我袂好，就是我无一个好气。好啊啦，你莫阁讲话啊！你今仔讲的话一定足多啊！你去休困啊！不过我就是惊。他讲我这病冻无偌久，我着会。你莫阁讲妄话啊！慢慢学白想啊！你的病若好起来，咱阁要生出一个囡仔呢。你真好，我一定赶紧好起来，等你生囡仔。我先来休困。好。你好好休息哦。嗯，好。妙文，为什么就变安尼创治人呢？我是我期待，会当嫁予一个爱我、甲我爱的人，会当疼疼我，逐天做伙，甲我白头偕老。也毋过，为什么偏偏就要给我嫁予一个你要死的人呢？我毋甘愿，我真正毋甘愿啦！啊，嗯，哈哈哈哈，嗯，阿爸，是虾米代志，让你遐尼啊欢喜，笑到嘴拢合袂起来？你讲我听看卖。啊，是安尼啦，阿爸都答应。你要嫁予老家这门亲事啊？老家，老家是啥物人？你是啥物时阵去提亲的？阿爸无去提亲啊，啊，就今仔日啦吼。阿爸去做生意的时阵啊，就酒楼去拄到大家人的富商刘明远，老老爷啦。啊，伊讲伊的后生刘文才嘛嫁你足久的啊。原本伊想讲吼，要找一天。一好日啊吼，叫媒人来咱家提亲啦。想袂到无意当中啊吼，阮两个煞相拄啦，爱到当面甲我提起恁两个婚书啦，我即刻就甲答应啊。阿爸，你敢有见过老公主？无啊，我毋捌见过啊。啊，你毋捌见过，你哪会知伊的人品是好是歹？你哪会当答应甲我嫁予伊啦？阿爸看人个眼光袂用对啦，人迄老老爷吼，斯文优雅啦。伊讲哦，因后生老文才，嘛是一表的人才啊。阿爸袂看唔对个啦。哎呀，唔过你莫袂记，伫我细汉的时阵，你着教我，甲你当年的世交好友
张如意、张志冠的后生张明华落定囡仔亲的，刚讲你放袂记？阿爸无甲放袂记啊！啊，当当年阿爸是为着要巴结张志冠，要替阿爸的生意打基础，阿爸唔只会甲张志冠来定这门囡仔亲。既然你无袂记，是安怎你阁要答应别人呢？哎呦！我乖查某囝呀，你唔通袂记哩呢？上叫这也做世事多变化。伫真侪年前啊，张知官同调去大屯去做知官啊。而且我嘛有听人讲，张知官做官伤过清廉，得罪着袂少的小人，啊，煞去用陷害，不但予人罢去了官职，阁予抓入去关，想袂到。无几年了后，伊就屋住死咧大楼内底啊，所以讲哦，这门亲事当然嘛无准算啊。阿爸，自细汉你着教我，甲阿姊教讲，做人一定爱讲信用，袂影无遵守约束。要毋讲今日你煞安尼单方面来悔婚？哎呦，这无叫悔婚，这也做。顺应时势，也毋过，虽然张志冠已经死啊，伊还阁有一个后生啊，伊后生嘛一定会知影这件亲事。若是有一天，伊走来讲，伊要跟我申请，到时阵你是要怎甲我交代啦？啊，这毋较简单。阿爸都讲，啊两家这么多年来。拢无消无息，嘛无联络，啊，自然这亲事都无准算啊啦。阿爸，好啊啦，卖阁讲啦，阁再讲，自从张知官死了后，因后生张明凤到甲今仔日，嘛唔知影是死是活，所以讲啊吼，这门亲事啊吼，你也唔免烦恼啊。阿爸，虽然你已经决定啊，也唔过我无想要跟你同款。有人讲不守信用，乞笑还阁有屁嘴呢？啊，你若安尼讲，啥物人敢甲你乞笑，敢甲你屁贪屁我？啊，着张公主啊，伊还阁活，还袂死。嗯，啊，你来知？阿爸，请你原谅我啦。我和张公主伫这几年一直拢有些批的来往。啥？你甲伊阁有批信的往来？迄个有啥路用？你唔通袂记得呢？伫几啊年前，因张家就已经落债啊，配你袂起啊啦！阿爸，你来遐尼啊现实啊，目睭拢看悬无看低，无唔对啦。张家即摆虽然是落债啊，也毋过张公主无因为安尼就来失地，等到搁较认真拍拼咧读册。而且，伊嘛考出秀才啊！秀才，秀才是阁安怎？啊，要调定个画风啊啦！伊嘛是一个善家秀才啦。阿爸，我愿意甲你嫁予伊啦，予你对伊食一世人个苦啦。没啦，伊写批内底甲我讲，伊会认真考出功名，等伊做官，伊就来甲我娶啦。你莫阁做面棒啊啦！好醒啊啦！在这个世间上，有偌侪人一世人永远拢考袂到功名，伊嘛是同款啦。善食一世人永远考袂到啦。阿爸，袂啦，我相信伊。伊唔那人好，阁是一个有为的青年，大个查埔囝嫁予伊啦。哼，人好，敢会当做饭食？有钱上好啦。吼。阿爸，你卖啥物代志拢讲钱钱钱，好无？好啦，卖阁讲啊。自古以来啊，囝儿是谁的婚姻啊，拢是由爸母决定的啦。你就乖乖听话，等后七天后，两时隔日，老家来娶亲啊。阿爸。我绝对不爱嫁予老家，看起来是欺贫重富，
500万，你安尼做真正是无可取。啊，你若有钱，你就看人有；啊，无钱就看人富富无无。啊，总无你亲家对迄边，啊，到一个路难，你就要取消这门婚事。是讲故事拢嘛安尼，这个老板啊愈爱钱，啊，查某囝就愈重情重义。这个善秀才哦，一定会立志兼生气，做一个一官半职，倒来甲这个老丈人啊伦理。哎，不过看到这，故事敢那不是安尼是？真正暗中暗搁记中记，啊，讲死的拢总无死，啊，无代无志，迄个花想讲去死伫个古井，啊，真正嘛，岂有处理？阿爸。啊！你是安怎啦？你受啥物困？啊是啥物人欺负你啦？无人欺负我，我嘛无受委屈。啊无，你是安会哭到安尼？就是家良，家良伊。啊，家良是安怎？你唔着讲。家良伊等过啊。啊？啊！你才叫家良十天尔呢？啊，家良就等过啊。来，阿姐，把代志甲阿爸讲个清楚。哥，若是安尼，你嘛是爱陪伫家良身躯边，安尼才会使走倒来咧。厝内无大人，我会惊嘛。啥？无大人？啊，恁大家大官咧？我叫家良过阵讲，大家都接到通知，讲伊阿母当病，大官陪伊转去德站看伊阿母的病啊。啊，那安尼，你嘛爱陪伫家良身躯边啊？而且，因王家顶顶下下骹手人遐尼多，你是咧惊啥？伊阿唔是我的亲人，我都是会惊。好啦，安尼，阿爸就以你是王家小奶奶的身份，兼王家先替家良办一个临时的灵堂啦。阿爸，再佫派人去德站通知你的大家官，转来替家良办后事啦。而且就安尼啦。多谢阿爸替我做主。好啦，安尼啦。虽然500万的丧失了竞赛有淡薄啊悲伤，但是翠萍甲老家的婚事更加是重要的大事。于是，伊费尽心思，想要为第二个查某囝翠萍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。伊带着下骹手人，捧着丰厚的嫁妆、大包细包的礼品，还佮有珠宝首饰，想要让查某囝欢喜。但是，伊慢慢想袂到，这个时阵的翠萍，却是踮伫咧房间内底，含着目屎，写着要寄予明福的批信。明福，今日我阿爸讲话无算话，唔承认咱自细汉就落定囡仔钱，佫强逼我七天以后，爱寄予老家的公主。希望你会当早一日收到我的批，在我还未出嫁之前，赶紧为大屯赶回来组织这门婚事。我就真正变作别人的母。我讲的拢是事实，我不敢。阿母，你要等来替我休息。翠萍，翠萍，阿爸来看你啊！翠萍啊！翠萍，快坐起，你看，阿爸给你准备。这礼品啊，甲珠宝，你有介意无？啊，若无介意，阿爸再过来换。好啊，无恁个代志啊，落去，门栓啊关起。是，老爷。翠萍，阿爸的乖查某囝，你莫过乱啊！只要你过门，囡仔生了。什么拢唔是问题，迄个求姻缘无重要，你嫁哦，
老公主这才是重要。你一世人唔只有我都过着荣华富贵的好日子啊！来，你看，阿爸给你准备这珠宝，你有喜欢无？那无喜欢，阿爸再过来换。我不爱啦！我要叫丢命哦！我即马就要来找伊。来啊！来人啊！家己好条，千万唔好走。小姐，刚回去啦。小姐，别走啦。别走。小姐，可以啦。刚回去啦。小姐，千万讲话啦，千万讲回去吧。我爸，恁走，恁走啦。刚回去，别好走伊。紧，紧家抓起来，抓着的人，我当当优秀。是。小姐，刚回去啦。小姐，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没路用啊啦！走啊啦！小姐，千万有人，我们冻进去吧。我不爱啦，这三公是我妈妈要让你冻去啦，闪啦！啊！阿爸过来，阿爸过来！赶紧冻！是啊，我不爱啦，阿爸过来，阿爸过来，我不爱你，妈啦！赶紧，赶紧来得！阿爸。你真正唔知好歹，来啊！把所有的门窗拢甲锁起来，顶我死，绝对袂当让这死十鬼啊走出房间一卡步。是，老爷。大小姐。想要把我关起来，你把我出去，你让我去死。可怜的翠萍，被父亲500万的欢心关伫咧门窗被钉死的房间内底，伊规日用目屎伫咧洗面。就是唔肯答应父亲的要求，要来嫁予老公主。父女之间就安尼一直坚持落去，一直到达了第六天的暗时。老爷，今日已经是第六天暗时啊，明仔透早老家就要来娶亲啊。啊！不过这几天，小姐也是无食、无啉、也无要睏，干那伫个房间内底哭。安尼落去，唔是办法。老爷，你要去家看一下无？想袂到，翠萍这个死走鬼啊，完全整着我的脾气、个性，佫比我较硬。你是伫折磨你家己，还是伫折磨阿爸？自细汉到大汉，你一向拢真听阿爸的话。阿爸嘛，请你、惜你、爱护你。啊，不过为什么这届你偏偏啊无要听阿爸的话？我知影，你去阿爸，必得嫁予老家。啊，不过阿爸嘛是唔甘你嫁予迄个无权无势善秀才，你答应阿爸好无？你若有一个好的归宿，阿爸，唔只我都对你四个阿母有交代，你着好好啊休困，明仔载啊起来西装打扮，做一个水水的新娘，安尼，阿爸，唔只我都去应酬地府敬你的阿母啊。
你看阿爸，你跟阿爸讲话，你回答我好唔好？你敢知啊？你安尼是比阿家阿爸台死，佫较残忍，你知无？到底是你心凶，还是阿爸心凶啊？好，既然你无愿意嫁别人，你甘愿去死对无？那呢，你就去死啦！阿爸，嘛无你这个糟囝。哎呀哎呀哎呀！老爷，小姐在房间内底跳楼自杀啦！啥？老爷，林啊，你嘛知哈？我五百万是一个有头有面的人，这第二天老家就要来娶亲啊，但是翠萍。所以一直要守伊对张公子的婚约，唔肯嫁予别人。我是好阿公，阿爸也讲，在我心光火道的经营之下，我才甲圣洁的翠佩，想袂到讲，伊真正想袂开，去跳楼自杀啦。我是啊吼，后悔都袂赴啊。事到如今啊，我嘛只好先将翠萍的婚事先办啊啦。我咧想讲。翠萍伊还袂嫁翁就先死啊！我著甲伊水的新娘衫甲换起来，甲迄顶上水、上价值的头搭甲伊戴咧，互伊伫黄泉路上做一个新娘。想袂到伊老家唔肯相信翠萍已经死啊！等到来直接讲，我是伫甲骗婚，不但安尼，伊老公主偷暗佫走来灵堂咧乱啊！你袂当离去啊！小姐已经死啊！你莫来遮乱啦！甲我放开，莫甲我阻挡，我就是爱离去。刁平，你！小等者，老公主。我的祖囝翠萍，确实已经吊到死啊！请你相信我，嘛更加请你尊重死者。人咧讲，死者为大，你就莫讲闹啊！你请回吧。我才唔回去，我就是要用好清楚，天下间哪有这大好的代志？明仔就要申请啊，也唔着吊到自杀。你当作我是傻货囡仔吗？这好骗？我看这根本就是你算骗婚的把戏，想要骗婚到的聘金。老公主。这是我收恁家的两千两，佮加上我赔你的一千两，安尼应该会当证明讲我无骗你啊吼。这一千两银票有甚物稀罕？我老家有现钱，甚物拢无，真上济。你若是要证明讲你无骗我，就带我去看你查某囝的尸体，我看到啊，我才会当心服口服。老公主。我五百万做人一向讲信用，讲话是话，你要开棺验尸，根本就是在侮辱我的查某囝，我是无可能会答应你的。冤家，三家，是，老公主，请，请啦！你愈是唔肯和我开棺验尸，就愈是证明讲你是骗我的，你是谁？上悔，我等下让你没命！来，呀呀呀！上了！别急。
原来代志的经过是安尼哦，迄本官哦，我记啊清清楚楚滴个。迄暗哦，迄500万啊，啊三更半夜走来报案，哦声声句句爱本官替伊做主啊，一定爱哦，啊把迄个偷摕伊查某囝尸体的贼仔抓到啦，还伊查某囝哦一个公道啦。想袂到咱小小的县城，竟然同时发生两桩离奇够奇怪的案件，一个是无心回乡三个回乡。伊的尸体哪会伫咧古迹内底啊？那另外一个是穿新娘衫的新娘，伊的尸体哪会为棺材内底碰见？就是因为安尼啊，这两个案件哦，无我一粒头两粒大啦，是有够烦的啊。是啊，小夏即摆嘛是无啥物线索。就在县官甲司爷完全无主张的时阵，却因为知影了县爷很想认识的500万的，却凶狂走入来。大人，听讲你故事打出去，阮查囝尸体就找着啊。无啦，无遐尼紧啦。郭老爷，虽然讲哦，你查某囝尸体还袂找着，但哥你敢知影？我县衙内底哦，加一个光头和尚的尸体呢。你够兴趣要看卖啊？光头的和尚，就伫咧500万呢，听到了尸体是一个光头甲和尚的时阵，迄当时。面上一阵青一阵白，将着目头夹起来，敢若伫咧想啥货？这个时阵，县官甲司爷也拢将这一切看伫咧眼内。500万的原本着急的状况，也伫咧瞬间转换做陪笑、骂无笑的表情。县尉啊，既然阮庄家尸体还袂找到，哎，那呢，就请你阁继续找。等下你找到，我头过来，我就无要交了两位啊！啊，我厝的大事，我先走。苏爷，你有注意到无？今日500万的讲话啊，迄吞吞吐吐，要讲敢那歹讲呢？而且哦，伊听到我下手时阵，迄表情有够奇怪的啦。大林，你敢有相信500万所讲的话？这500万，伊讲安尼啼啼靠靠来报款时阵，我是真相信伊所讲的话啦。嗯，要不拄只吼，看伊个奇怪的表情哦，我真正淡薄啊开始怀疑啊哦。嗯，伊讲话有真嘛有假，甚至全部拢咧讲白贼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讲伊无讲老实话，甚至伊对我有所隐瞒？我唔对，这个500万绝对有问题，伊一定有足侪代志拢无甲大人讲。我嘛是安尼想，伊个查某囝尸体安尼莫名其妙去偷得去，本来哦就真无合理嘛，对不？你想看卖啊，是啥物人去偷得别人的尸体嘞？啊，摕尸体是要创啥？敢讲伊个查某囝尸体管顶创有啥物秘密啦？我再讲啦，拄只500万哦，一听到黑箱的时阵，迄表情是有够奇怪啦。好差就是讲哦，伊甲这个黑箱有熟识哦。哎，敢讲这个500万甲迄个黑箱？两个人有啥物无法度让人知影秘密啦？但你讲了无问题。那安尼，咱刷落来。刷落来，你派人啊定个调。我相信真紧会当找到其他的线索。是，小夏马上安排。想要甲本官打，我都唔相信无法度让你这个妖魔鬼怪一日啊一日现形。县官为着要就近破案，于是就派出了数名的衙役，命令因打扮作一般的村民，分别侵入500万的家中，以及庄仔底，也佮有县城内底每一间的当店，找找任何可疑的线索，希望会当抓到杀害和尚的凶手，并且将着偷走500万查某囝的尸体的小偷，全部缉拿归案。阿爸，你即阵拢无食无睏，食一寡点心啦，无你的身体会怕怕的。唉，阿爸，哪有迄个心情通我食物件呢？恁小妹的尸体一工无找倒来，阿爸就一工无多好好睏。啊，不过你嘛着爱保重啊。既然都已经报官，我相信县老爷真紧就会破案，抓到迄个歹心的贼仔。把翠萍尸体找回来，希望是安尼啦。我若无，
死去的翠萍在天之灵也无法度得到安慰啊！哎，恁敢有听过五老板因查某囝的尸体放伫棺材内底，叫人偷提去的消息啦？阿杜因亲戚伫咧厦门食头路啦，我有听讲过咧。亲戚就要收监视着的呢，啊，死去人的尸体嘛，甲偷提，真正足无天良的呢。哼，像这种哦无天良的贼人吼，一定有报应啊！生囝绝对无尻川啦。啊，五百万是好野人。听讲，伊帮伊个查某囝准备足济足价值的陪葬品。这个贼仔敢会是想要来偷摕遮一寡遮值钱的陪葬品？哦，可怜，可怜。安尼讲是有道理啦。我听因兜个下手人讲，棺材内底金财宝拢无去用偷摕去呢。啊，不过干人因查某囝尸体无去啦。啊，我知，这个贼仔绝对是一个变态的。啊！安尼装啊来，敢有迄个冰箱时啊，看起来就安尼变态变态的人？无啊！啊，我甲装啊来的人是识遮尼久，也无看过啥物变态的人啊！啊，而且我熟悉的人嘛拢足正常的啊！你敢知啊？装啊来有啥物人？有可能是贼啊，还是捌去用掠过贼啊？我所知啊，阮装啊来的人拢足好心的啦，但捡到物件，拢嘛警醒啦。所以我在想讲，这个贼啊一定是白装的人，遐若无就是经过的人来咱庄仔来要做贼头，无唔对，一定是安尼。嗯。波涛大人，本店最近并无什么人来当值钱，或者是贵重的物件啦。啊，有提来当的，嘛只是一寡较无值钱的尔。也毋过，请你放心，只要是有可疑的人提值钱的物件来当。我一定随时向大人你禀报。好，安尼你着较注意哦。是。苏雅，根据这波头吼，这几天的查访来看，这五百万并无什么奇怪所在。啊，庄内嘛无贼啦，本官嘛确实唔捌办过有贼的案件。啊，原来这五六间的当店嘛无人摕值钱的物件去当。这明察暗访之下，拢差不多有你的线索呢。你看，啊，这两个案件这么离奇啦，安怎想哦，都让人想无啦。唉，这查无线索，哦，这破案的压力哦，真正让我哦，强强无法度喘气啊。你看，这是要哪才好啦？大人，你是卖着急了。虽然今麦也未查到任何有利的线索。也毋过，属下相信，线索一定出现的，咱只要继续找，就一定找得到对今年的案件有利的线索。妹妹，我袂用安尼讲讲，安尼等落去啊！这时间拖久，啊案件吼，我一直无法度判。时间吼，迄县内所有村民一直认为讲，我这个县老爷吼，足无路用的啦。我再讲啊，这消息若传出去，予我的亲戚知影，我一直无法度破案，一定影响到我的官运的啦。阿尼，你即马哦，传真落去，我要让所有的村民拢知影讲，本官一定会伫十天内破案，而且会破啊真水快。我要让所有的人拢心服口服。是。袁老爷因为自己跨下海口，要伫咧十天内底破案的压力之下，于是又命令衙役。踮伫咧县内各处打上悬赏五十两的告示，众村民由一外来围观，并且是议论纷纷。哇，五十两呢？啊，这五十两，我一世人拢唔要还到正清安呢？对啊，可惜我无迄个财条领这五十两啦。哇哦，来当领了这五十两，我根本还到正清啊！啊，这个杀人凶手还佮有偷提尸体的贼人。到底是谁呢？是安怎管老爷一直抓袂着伊啊？对啊，我嘛感觉足奇怪，这两个贼佬实在足高逼的啦，哦，管老爷到今嘛拢无都抓着因啦。对啊。那是这边搁抓袂到凶手，管老爷会予咱个偌济赎金嘛？嗯，我咧想啊，八十两，啥物八十两啦，一百两啦。
无可能啦，关老爷正钱乌洗都袂付啊，哪有可能有赏金一百两啊？是啊。哎，阿弟，你哪会敢掠过是啊？敢讲你知影凶手是啥？这人哪会安尼啦？这故事哦，拢是到处去几啊工啊啦，啊像咱到即嘛哦，一点仔消息都拢无啦，安尼是要怎破案啦？大人，这位村民要来领赏金的。哦，你是要来领赏金的？是，大人，小的是来领赏金的。你确定要领这五十两？是，叔爷。那呢，你叫什么名？回叔爷，小的叫吴一定，大家拢叫我阿定。阿定，你是凭什么要领这五十两的？回大人，小的知影四季花香，伊身躯这书衫是啥？哦，我来讲哦，你上好是讲老实话。你爱知影，假使你也是乌白顶下官府的故事，也是讲无讲老实话，你是会受到最严重的处罚咯。小的知影，小的知影，阮子林爱被拍二十大板，怀疑神灵。你知影就好。哦，你讲看卖啊，你知影啥？四季花香，身躯迄束衫是白头乌阿林白。哦，你敢确定？小的确定，因为小的常常去阿林白啊买豆腐，伊嘛常常穿这束衫，而且小的听过是进前有亲目睭看到阿林白啊，今日当店内底手提一个包啊。哦，哪里去当店？是，大人，小的讲拢实在话，若有欺骗，愿意折返。好。像我你讲的拢是真实的，要来无，你着准备受着惩罚。假使你讲来真实的，这五十两都是你的啊。是，你已经转去啊，也唔过你爱记的，随团都要随到。是，行。哎，朱亚，你还过记的无？迄天哦，迄武卓在阳西报告内底有讲着讲，有伫迄个提箱。伊身躯顶所穿的衫落底内底，发现骨料啊黄豆。上海吉林验尸的报告顶端确实是安尼写的。安尼就对啊！你看，唔着甲拄啊，报完迄个阿弟所讲的话对着啊。哦，这代志到即嘛，总算有新的线索啦。好，你即嘛随派人甲迄个阿林伯啊抓回来，然后去查看卖啊，伊去当店当啥物件，啊，佮有哦，从伊店内哦，所有可疑物证全部抓回来。是。哦，惊死人！哦，原来恁遐新娘衫会当当五十两。哦，可见恁遐新娘衫足贵足贵的。哎，那迄个头大吼，哦，甲他顶悬行个遐珠宝，哦，还得过来值钱。哎，凊彩长，凊彩卖，哦，嘛阁有过来百两个。我甲人卖啥物咧？一辆车啦，种啥物田啦，卖啥物豆腐啦，拢免。我会卖一块大大地土地，起一间哦，足大间足大间个厝。我要试看好家人安怎过日子个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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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哎，白飞！哎，白老师啊，紧走！哎呀，我也无犯罪啊，我无犯罪呢，你给我抓要创啊？给我放开啊！白老师，白老师，我来给你报了。你要丢人啊！奇怪呢，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阿明伯是安红你阿姨啊？是啊，我嘛唔知影是发生什么代志呢？你若无，咱对来看卖来啦。好啊好啊，阿婆，恁对看麦，啊我厝哦，阁有代志啊，啊看发生什么代志，赶紧甲我讲啊，吼。好好好，无咱来，行行行行。
江东回五。几个？可是林大山？是，我是林大山。听讲，是安怎？这和尚的身躯顶是穿你的衫嘞？还佫有，这个500万的查某囝尸体去用偷摕走的代志，佮你是毋是有关系？大人啊，和尚身躯穿的迄束衫，确实是我的啦，也是和尚参我交换的啦。啊，和尚了死去哦，我唔知影啦。500万因查某囝尸体安怎无影哦？这我拢唔知呢，我冤枉的啦，大人。你莫拿做，你凊彩应应的，我都会相信你的话。你紧讲哦，下手到底是不是你抬死的？还佫有500万查某囝的尸体，怎样伫甚物所在？大人啊，这我拢唔知呢，我明仔知啦。你唔知，你根本就是伫强辩嘛。来，来，给我伸手边。是。啊！啊！你是鸟，还是唔鸟？我拢无讲白贼啦，你是要逼我去安那讲啦？对啊，你无在个看？是。我敢问你咧，这组新娘衫你会拎来未？我会拎你啊。你是不是有把这个新娘衫摕去当店当钱？我是我去当店当钱的。你承认就好。我搁问你嘞，假使你也是无偷摕500万查某囝的尸体，是安怎你有这束新娘衫嘞？而且你搁摕去当店当哦？你上好老实讲啊！大人啊，我冤枉的啦。迄当时吼，回想。雄雄走来我店里头，啊，穿啊这束新娘衫红泡泡，啊，讲要教我换一束我的衫啦。我着我平常时穿的衫吼，摕甲花箱换，结果伊着要甲新娘衫送我，啊，我明仔载这是500万银钞囝翠屏姑娘的衫啦。大人啊，我真正是冤枉的啦。翠屏姑娘根本就无死啦。啊，无死？啥？你讲500万的查某囝无死？各位师长、另外贴的好朋友，古早人伫咧讲吼，一针无穿两线，一马无挂两鞍，日日不给两夫，嘿，古早事。那即马吼，这个代志，我看有无可无，啊，要总有，啊嘛是真正，哎，拢过去过去过去的代志，过去的事。咱来看这出戏，这个戆查某吼，对人走，对到今麦，你才知影通骂骂吼。等到你后悔，你就真的是退也不是，进也不是，不知道啊！你这个翁奈无一点啊可处。其中跟我吃的好朋友，我吼每一出戏拢受到咱在其中跟我吃的哦，你真心甲阮帮忙。比如说，阮甲倒位啊吼，就足济人吼，一定会去借阮的镜啦吼。像阮昨落去借一袋迄个什么油啊啦，迄油啊油在阮办的啦，啊，搁有去借迄个甘蔗啦，等等啦，好多哦，这个在地哦，比如说台南啦，比如说台北啦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些看我们台湾传奇的人，不拍人弄个人，所以当我们去取景的时候，你都足慷慨，拢要借款，足感谢。阮今麦看到这个啊的大客啊。我唔是去看到豆腐啦，我看到一间古厝，希望你会当顺利，甲这个古厝借予阮使用。阮一定甲你保持甲足干净的，啊，若甲你拍歹去，我绝对贵宾组专款负责吼，绝对袂讲啊，甲你当啊规个拢笨手不会。我们这个团体教育的非常的优，绝对这个垃圾不落地，一定甲你清洁啊，清洁清洁，袂让恁感觉讲阿伯看落来，阿伯骂人。哦，绝对不会这样子。其中姜嘛，特别好朋友，阮去出失落的新娘，哎呦，你看到讲，哎呦，那会安尼？看到这查某囡仔就唔甘嘛。啊，当时我嘛爱定来咧干骂啦，这就是该甲娱乐起来。哦，因为靠个好目屎，我们打去。
顶一出歹甲吼，硬要甲夹一嘴，啊，这嘴一口甲，互你心肝安尼心肝伊啊，唔甘嘛丢丢，还过来哦吼，我们一个演员，你足久无看到个，这个就是陈秀贤，好帅的一个年轻人。其实他是帅吗？还是美丽吗？和你讲讲，陈秀贤再见，不要忘记哦。我们下一集你会看到陈秀贤哦。